出爱你了。这忍耐是有限度的。耶，马大雄来了来了来了，欢迎高凌风先生。太漂亮了吧，舞池们。怎么了？我心有点痛。哦耶！也想到了，又多干几杯酒。你不再为我浓妆艳抹，强装镇定的笑容。而成为你发高烧又头痛。想到你再多喝几杯酒，一看到你幸福的笑容，真的想一巴掌伺候。找寻你的梦，傻傻的我在这里等候。我去无数个春夏秋冬，直到你遗忘了我。不要不要拦我，不要不要拦我，反正爱的不是我。今天我要醉，一定要拿到最后 ，baby。直到你再看我，直到你再看我，其实还忘不了我，因为我是最初也最初的。你不再为我浓妆艳抹，强装镇定的笑容。成为你发高烧又头痛，想到你再多喝几杯酒，一看到你幸福的笑容，真的想一巴掌伺候。你说你要北漂去找寻你的梦，傻傻的我在这里等候。无数个春夏秋冬，直到你遗忘了我。不要不要拦我，不要不要拦我，反正爱的不是我。今天我要醉，敞开像麦克风 ，tasty。直到你再看我，直到你再看我，其实还忘不了我，因为我是。你们后面那个手哈很华丽哦，尤其是你哈 ，Andy Pose， 我后面那个手势哈，我这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你现在连高大哥这一身衣都穿出来了啊，有胸毛的，他灵魂突然附身到我身上啊！等咔嚓一掉都已经就鬼魂了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放进去？但严格来讲，这个曲式是很好听的，很洗脑，一次就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尤其他那劲歌的点漂亮，不要不要来，我是音乐人，第一句怎么唱？怎么？第一句。怎么了？他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叫滑进去的音哦。怎么了？然后进去要用变成鼻腔，鼻腔共鸣了。这个是有日本 enga 的味道在，有那个味道，太厉害了！怎么了？而且里面还有滚音、滚喉音，滚喉都有。有啊，但是我们要问他的是，清清楚跟我们说明白。之前说什么放进去一下下就啊，原来是说到人家家里冰箱嘛，人家老公不在啊，询问一下，冰箱可不可以就冰啤酒？那可以，那可以，因为啤酒一定要喝冰的嘛。最初的恋人为什么会最初最后一个 pose 进来？什么意思？
baby arm。你这个解释喽，这个怎么凹？我跟你怎么凹？来来，听你讲。好了，没有，我身体都是粗了。对，身体都是粗的，哎，粗心大意。哇，真的是，你现在是不打算治疗就对了。讲粗心大意，你都能凹了啊？哎，没有了，就以前在工地有没有？就哎，有那个漂亮的姑娘想跟他谈恋爱，这样子。我们都讲过都很粗鲁啊，哎，不会亏姑，不会亏姑娘啊，我真的，哎，我喜欢你，哎呦，爱你，感动哦，哎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啦，这样，然后很直白了，对，很直白，然后讲话都很粗鲁，很直接，对不对？遇到喜欢女生见面也尽量不要唱八大雄的歌，对，危险，危险，很难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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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听可以了，按人就唱，我那一天。遇到几个那个我们警察同仁哦，一看见我先鼓掌，我怎么样？为什么鼓掌呢？我喜欢你，我不知道在鼓掌什么。你什么事情被抓到了？要遇到警察？不是警朋友一堆都警察朋友哦，聊天他们泡茶来泡茶，那一看我进去鼓掌，我说为什么鼓掌？因为他们说我曾经在节目里面帮他们讲过话，哎，他们都会发了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谨记在心嘛。他说。我们工作里面一天那么久啊，我们学弟啊，大家都很忙，啊，然后哎，拦下一个女生，一个 maybe 对啊，你可以，那个女生哦，越聊越喜欢，嗯，红灯右转，帮她开单，那开单的结里面呢，就有好感，对，因为也是单身嘛，对不对？但在警政的一个相关单位是不可以展开追求的，嗯，这个没有道理，嗯。对不对？哎，人家看到个正妹啊，我看到哎，就哎，想办法接近。对对对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对呀，窈窕淑女。几个学弟坐在那边站起来，起立鼓掌。宪哥帮你讲。为了这个事情，警察也是一样，都一样。刚刚那个哥，你跳，那你怎么汗流成这样？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地方稍微移动一下。啊，都是圆明桥啊，在跳比较多。都是圆明啊，你在那边啊，你短波、细波跳舞。夏天啊，因为太厚了啦，衣服太厚了。没办法，恭喜我们要这个登上我们的冠军宝座，恭喜！拜拜。